来到我们电台的娱乐上班代表。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，一路见证了陪一堂继承和制作元阳大鼓长寿膏的艰辛。但是啊，为了那些饱受着疾病折磨的患者，陪一堂的从未放弃。正所谓成所幸，元阳大鼓长寿膏终于面世了，相信此时此刻呢，群众人内心一定是非常的激动的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徐主任上场，我们共同分享。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站在元阳大补长寿膏发布会的这个舞台，我跟大伙儿说，我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一下今天到场的北京陪一堂中医药研究院的专家学者。我的同行，还有现场的患者代表和听众代表，以及咱们收音机前一直以来支持和信任我的听众朋友。